近日，重庆市一栋位于渝北区赵母山板块、面积为 527.3 平米的融创凡尔赛花园独栋别墅在二手房平台大甩卖的消息持续发酵。这栋别墅2017年业主是以2130万元的价格购买的，但由于生意资金链问题急于出手，所以亏本900万元进行出售，挂牌价为1230万元，折合单价23326元每平米。我对此消息有点不相信，查询贝壳找房等数据看到，融创凡尔赛别墅目前确实降价很多。大家看一下，在售的房源联排别墅降价40万的、50万的比比皆是，而且单价才13000元左右一平米。10月10日下午，我了解到有一位记者以购房者的身份致电重庆那边小区的中介，对方明确表示确实有这套房，刚刚才带一组客户去看了。据中介说，该独栋别墅房屋产权面积为527.3平米，开发商赠送的2+1结构，单层面积就有250到300平方米，赠送下来实际使用面积可达900多平方米。同时，该房屋还外加一个面积900平方米的花园。该栋别墅与另外7栋独栋别墅属于同一组团，以其他区域进行了区别，单独管理，是整个凡尔赛花园中价值最高的。2017年，业主是以2000多万元购买的，当时买房的合同和收据都有注明，如果需要看，业主也是可以提供的。中介表示，如果不是业主生意上急缺资金周转，也不会降价900万元转手。此外，该中介也表示，目前他手上还有2栋类似房源在组团，一栋1800多万元，一栋1500多万元。1800多万元的花园面积要稍微少一些，位置要差一些，整体性价比来说，还是这栋比较划算，买到就是赚到。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带我们过去看房。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点点订阅关注，明天同一时间带您领略国内的社会资讯。